所以你们每一批也都会测？哦，不是，就是会抽测啊。设计这样之后，设计这样先抽测一次，对。对，抽测相测试。这材料的这些网络为难。对，这些网络，所以特别喜欢。有啊，那是角对。OK， 然后拆开看里面吧。要拆起来吗？对啊，看里面有没有坏掉，不是这样吗？要看里面最主要的包装有没有换掉啊。不放路。非常好。就你们包这样之后就没有再有任何问题了。是包这样子是现在刚要出货啊？就是这一位开始这样做。你好，好不记得我。比较好很多。开始了。没。五层的，对。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达到法国人今天打包带应该根本很聊不大搞，因为温处也应该是高下通常的流量。通常打包带是打四条交叉。四条。你们东西很重。对啊，你们这个多重？二十一，其实正常来讲，超过15公斤，人家就会摔了。对啊，你超过十五，难得不用退。对啊，对。一般人来讲，就怎么一般用下没有？这样算很好。你要拍一下周围。他上次说有点刮伤，还有那个泡棉。对啊，上次我们摔的话，他是好像是反应在这个地方。他们我应该。他们真的很仔细啊，合理也不能乱讲。他反映的是那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只要一点点刮伤，他们的经销商就会退回来，他们就被退货了。外面还有泡棉，哪边是压到的？泡棉上次是有这边压到，现在不准了，因为你航程那么久。没有，他这样摔一次还好。那我们是有，但是有放快一点的在上面，然后压滑板压两片的重量。那大概我们是叠6箱嘛，它破掉这箱，上面是5箱，大概100。